哦，为什么？刚睡醒，11点醒的算刚睡醒吗？早安。这时间吃早午餐刚刚好，等一下再说。嗨，早安。收到生日快信件，你的报到编号。好的。好哟，好哟，我是臭手。嗨，早安，早安。午安，午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午安，非常普通。午安，午安。画个眉毛。要去韩国，你很忙哎，你超忙的，忙没？去不了嘉义，大姐。吃便当配林姐讲。
谢谢樱桃妈哦，谢谢樱桃妈哦，谢谢樱桃妈哦。看他，哎呀！那你每次都出现，我都要惊讶。你每次都来，我应该会更惊讶。早安，今晚做我不要姐看到，我有看到呢。早安，你每次都去，我会更加对啊。午安，午安。因为三周可以好好看一下同学们样子，不客气哦。早安，阿姐房间里探几？阿姐房间里探几不会进到我房间，她那她是有窗户可以晒太阳的。探几的礼物，亲一个，把你抽第一抽，很高兴的。Sorry， 草莓酱，你还带着草莓头套来吗？见面会，见面会哪一首歌？
真的是臭手啊，是臭手啊。昨天发图少了钢琴啊，昨天发的图是见面会的图啊，又不是四周年的图。你们发现我发的都是都是见面会的图吗？文案也是打见面会啊。之后你就是写过多，后来都没看到，那应该要叫救护车了。谢大健。谢谢朱里恩，嗨管湖。最后一张，那好像是我第一次跟那个标志拍照。艾普森，七初日十八号，没错。哦，那也可以来，真假的？水耶！好希望是补班的礼拜，为什么希望是补班的礼拜？初日票一定抢包，应该的吧？不要有朋友好，拥抱，谢谢江浩，呈现两张曲线。谢伯纯，嗨，任瑞早安。看到我找不到钞票枪的慌张表情，哎，我当时真的想说，哎，说好了钞票枪嘞，怎么没有，还没有拿过来，吓死我了。这里才能去。你好坏哟、哦！拿过来了之后，第一排都射不到，那真的是超标枪的问题。吃饭了吗？还没。没在第一排就没有要抢的困扰。不是啊，那个超商他们真的装太少的。那他一下就发完了，真的装太少了。林玉明那边也是啊。
拿到飞过来的一张，恭喜！我可以自己拿假钞出来装。我拿什么假钞？我们下次从袋子里拿出来一下。等我一下。你的谎话是跟我赌，我还忘到忘每到冒烟线弄了红包，哈哈，我记得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那现在头上怎么还没贴上账户？有点难办事啊。面额，面额不是23 2023 2023 0218，对啊，没错。生日会首度。超市不是有很多假钞可以用，我们其实也很多啊，我们好像印了200张吧，200多吗？还是300？但是它里面只装了50张。你丢阿亮，但是那限动看了半天，这么看到眼，就是很难看出来啊，就是要现场比较好，比较好看。28赞啦，谢谢阿赖。我也不知道什么就不装满，可能他们怕发不出来吧。谢谢北极星，谢谢明哥，谢谢大家。不用假钞，装太多结果都往那边射。不是啊，如果装太多就不会往那边射啊。如果它数量够多，就可以一直往前射啊。但因为它是刚有那个力道，它就已经没了，所以它才会掉下来。哎，你送进洗衣机的第一堆钞票一会完成，恭喜你！笑死，不要再忘记了。现在不用开挂还是强买，因为现在人不多啊。剩下可能用标的，笑死，我不知道多的去哪里，直接可能带回公司了。谢谢思琪，原来有做防水，高级耶。要叫早餐吗？要叫什么？不知道，还没有想法。我看一下我接下来什么时候有事，我有空吃饭吗？有点空，可以看一下。
优质纸钞，优质纸钞。最近看有没有成人被警察抓就知道了吧？成人被警察抓也太可怕了吧！日名一前一日日日名嘞，日前一名女团成员。要洗的钞票们，笑死！需要洗一洗，笑死！要洗的钞票们，这是个什么罪犯歌啊？天，我在洗钱。第一次购票看我们，因为你在高雄，新的林杰和果果好正。演唱会吗？谢谢。谢谢汤尼 TPY 五洗钱纸钞现在还要有耐用防水的功能，演唱会阿姐表演的你好，谢谢思琪，嗨老兔，嗨 Alex， 要洗的钞票音乐应该是贝拉乔，应该是哦，可是贝拉乔也不算 不是洗钱啊，是直接偷人家钱。知名女团成员持有假钞，粉丝惊喊我也要，大家洗钱。谢谢吉米粥，谢谢大兔，恭喜吉米粥，谢谢邱日红，谢谢 X， 谢谢大家。生日会25抽比去年26抽，天啊，真的是臭手哎！谢谢博晨，肉肉05那里很帅，01有王者气质。你是说 confession 吗？你在说是说什么？钞票机是我们自己买的，钞票机是公司的。生日会还可以再发一次，生日会吗？这不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。然后买下洗车场洗钱吗？没错，洗车场。金手假钞我很有经验，这个要问我弟，不是我在弄的。钞票箱是不是XD的编号？什么意思？这个幅度在24岁人家第一次第一周开心，听起来好累。自己决定发真钞？什么？我们不是在决定发钞机这个东西吗？真钞是不可能的吧？不可能的吧？你在想什么？演唱会很幸运，捡到一张阿姐这条，恭喜你十七。钞票上面印阿姐的脸就可以用在活动上，钞票上面印阿姐的脸就可以用在活动上了。发真钞太凶了，我不够凶，我发不了真钞，非常抱歉。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我是不可能的。哎呦，新购一天一场，谁要看啦？谁要看啦？嗨，小乙，有人赞叹我的行动力很高，
你什么时候去新一？你位置最好的一次可能是已经关掉了，那间哪次？哦，我说之前的咖啡厅是不是？你未来好的是一天一场哦，对啦，现在是一天一场没错啦，只有两组，对啦，一天一场，现在是没错啦。但我想他一天一场应该不是这么是这个意思吗？还是我误会了？我以为你是说天天一天一场，天天都来一场 TTP Festival Festival， 谢谢地瓜。开始还是不是小野问题？每次都跟他绑同心，可能是哦，他带塞，好好笑。可能多抄几次瓦斯度数就会变凶了，怎么可能？是那个抄瓦斯度数阿姨变凶。谢歪歪。我们二月生日派对换过好多场地，是不是被我办过就倒了？现在这个又还没倒。First of all， 根本我接着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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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现在弄楼痛苦的要死，还怪你？是瑞瑞啦。一天想要浪费场地，而且护照累积速度大降，所以大家是不是觉得可以礼拜六或礼拜天就好？是不是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礼拜天办一场，早上跟晚上跟之前一样，礼拜天或礼拜六这样？现在这个还没倒，意思是会倒，意思是不会倒。两天四场，两天四场真的不会有人要看呢、欸。现在是现在，但是以后跳了一年之后，真的不会有人要看呢、欸。女生已经实验过了。早上起不来，你要起来啊，小英。收到前最前面这种店，这次就随缘吧，随缘。四天六场都看了，可是四天六场的票真的卖的不是很好啊，所以不可能。一天两场对外地粉丝友善，可是说真的，对营运上。对实际面来说，我们不可能长期这样办，因为没有办法支撑。其实现在买完就已经很难支撑了，就是已经几乎是打平，所以不，而且粉丝不太可能。如果你说可能前面跳 retry 后面跳手机手还有可能，但是就是如果都是跳同一个公演，然后是同一组人的话，很难。这样子执行，出就可以。出了刚好朋友生日，超想去看个人，没关系啊，朋友生日也很重要，开心庆祝。升格变多，不，应该不是因为有挖到金矿。MC 话题王，对对对，而且 MC 我们真的会死掉，笑死笑死阿凯。多办几次见面会，看能不能打平回来。见面会太香了，见面会哎、欸，那个场地、那个灯光、音控。我们说真的，公司很谢谢公司呢，因为我们给我们这样的场地，可是
租了3天的场地，我们有赚回来吗？我们自己都感到怀疑。只要一直鼓掌了。对啦，玉，没错啦，真的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见面会什么都成弄，营运负责卖票就好，金合同。他们不是只有，但是，丹丹，你在这边陪我。见面会多来几次，我们买自己衣服钱可能比营运早破产，我们也会重复穿的吧。多办几场，让每只蜜蜂都能拿到板板。啊，你说那个新一告示牌是不是消失？谢谢。调一下生血分配，生血分配是什么？谢谢思琴，丁姐拿一份。哎，宝贝，你要抱抱啊？很像棒棒，糖糖，谢谢。拿一份薪水来兼任舞台视觉总监，我们拿到的是成就感。听说很临时的告示牌，其实我们一直都蛮临时的。我们告示牌很临时，然后我们的背景也很临时。对，每个小蜜蜂都要本本的话，他就会画到崩溃。我真的快把画到崩溃了，我画一个我就已经在那边想一整天，我到底要写什么，到底要画什么？拜托，新制服看过了吗？好看吗？新制服好看哦，好宝好宝。好保罗，假钞头子林杰可以跟小蜜蜂要假钞换真钞方式救营运，那也太好救吧！一张我的假钞，你们要用200块给我买，哈哈哈哈！真的真的，休息室的零食有零食吗？不零食，措手不及，没有零食。我也是很临时才发现见面会很空，对啊，然后我就超级临时的赶出来了。升血的配目前的练习生里面是配2正3严，试试生更多就能哦，原来有这个机制啊。说大话的东西 ，sorry， 心怡。灵性土匪，笑死！林杰工作能力超强，应该加血吧？变成林杰临时杰，很谢谢大家喜欢啦！见面会，陈姐包成，我们怎么会知道不是我们包的啊？我们不可能也要包吧？我会疯掉，我会傻眼哦！这是我们的工作吗？我不知道这个机制。真的还帮了忙，那可能是很出奇，然后真的是很出奇的那一种，然后是有另外给薪水的吧？指定我包那包，评价很高，很多成员喜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喜欢。
电话已经好像了，谢谢。胡须怪变黏黏怪，他是胡须怪还是黏黏怪？申雪也来搞个法香包，业绩应该会翻倍。要喷香水是不是？对耶，要点反光镜了。谢谢菲菲。见面会真的这样，这么长500块，公演至少价格上该学习一下吧。好好笑。谢谢侯莹，谢谢杰克。谢谢黑杰克，可爱怪叹极了。要吃什么呀？我看一下，没有什么快速的。谢谢保罗，忘记吃饭真的是仙女在做事，只是忘记吃饭而已。你很棒啊！我有看到那个，说到这个，我有看到那个生日的那个影片，有看到吗？让我回顾了。正式升上去，公园还降价，只能好盐挖到石油了吧？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关系，但是正式升这件事情。也是时候了。要快速围囤点饭酒，我刚才在想饭酒，但我再看一下，有点想吃别的。可能会被取消，还是取消？这次没有太多黑历史的口误，这很棒啊，这是很棒、啊。郑先生这个话题设计很禁忌。刚才看到我一直在安慰美玲，一直在安慰美玲是麻油，他才是真的一直在安慰美玲。他真的超伤心的，我是到后台之后才开始抱云爵，觉得好可惜，真的很可惜。他们也很棒，姑姑的饭今天还好。学编 K 方向一起升到那边就能解决。抱抱是不是也要抱抱？是不是想多了？各位，每张你都是手绘，包括每旁边的线，每张都不一样。太认真了吧，认真了吧，心意。有看到长头师，日本人的长头师超强的。美玲辛苦了，我麻油安慰美玲，我安慰麻油干嘛？我安慰云爵，你也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，保罗？没事吧？已经太久，觉得比起经历反而更像是一个梗了。其实就是因为那样子的安排，所以很难没有那个期待吧，应该可以这样说吧，因为那样子的战法很难没有那个期待，真的。我要来藏头，我藏什么头？我干嘛？我干嘛？我干嘛写糖糖？长个万里长城，好好笑。不期待，不带，不受伤害，我们还是会期待一下的。
但是还是很恭喜子萱跟瑞婷。衣不免长都在在穿个万里长征，超好笑。对成员很伤，而且对关系也不好，真的。万无解有零，但现在是成员有点进退维谷感，太高兴也不是。但是其实我觉得高兴是很正常的，所以不用觉得怎么样啦，只是。就是他们一定也觉得很可惜的。安慰小雨，椅子还没坐到就有四期，四期是真的需要，只能这么说。瑞婷的发言一度无法理解，我完全无法理解，因为我戴着耳机，我的耳机真的是在爆炸。高分贝，超级高分贝，谢谢瑞瑞。瑞婷说小凡群听不懂，我也听不懂，我只真的只听到一直尖叫，我也听不懂。我虽然戴着耳机，但我也听不懂，因为我的耳机都一直在爆炸。没有人听得懂吧？只有他自己懂吧？超好笑的。耳返听得到所有人，耳返听得到所有人声音啊！线上的比较听得懂哦，线上的也比较听得懂。暗号是暗号，我只听得懂他后面在呛别人很老，好好笑。集体的龙，但有些人没有在监听。谢谢，笑死！四期真的需要，四期真的需要，真的。整个都是差心，不然大家感言都会讲。瑞婷跟瑞婷笑死，超好笑！再次强调，对啊，完全都有剪声格那段有字幕，他们听得出来哦，那很厉害，好好笑。呛别人很老，我就听得到。不是啊，呛别人很老跟前面那个说话方式是完全不一样。他前面在尖叫欸，说别人很老那个听不到的、听不懂的话，是不是有点问题？三期现在要招 Spoon 四期，会不会跟我们听到要招二期那样心情？我觉得不会吧，因为我们一期招二期其实是有段距离的，但三期才刚上台表演，他们就已经要招四期了。而且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是，这一场没有让三期再更多一点的表演，因为其实他们reset 公演就已经出来表演过啦、啊。我觉得很可惜，他们演唱会没有可以表演多一点歌，他们应该有更多舞台的。一起来在旁边说不可能的。突然冷静也是大家的笑点，对。小雨前辈，真的，小雨前辈。瑞婷整个包，子萱整个包怎么办？子萱不是有走到前面，超好笑。毕竟按照梅延琪前就还没有他们。其实时间上也没什么问题，但他们这年真的没做什么。对，就是有点，就是需要给他们更多的感觉，还不够。所以三年希望在四期竟然可以有直播。对耶，他们还没直播。小雨还没长大，叫什么？小雨你长大还很久，想跟你聊多一点。你在 Zap 听瑞婷说，他当时说打光跟你们知道我等这个哦 ，Spotlight 的这部分是不是？我有看到他们在后台写作业吗？好像有吧，我没有很注意耶。你俩说小型妹妹吗？这是哪一段？
但太忙，你脚麻了。怎么那么可爱的蛋蛋呢？那个黏人精。写作业太用功了吧？认真认真。哦，在写作业直接升格，有没有在尊重？好好笑哦，多认真，笑烂。人家会主动提出要用见面会动画来。意外的，以为什么？是安静跳舞上的。我只是在台上比较安静，其实我在后台一点都不安静。没有，是安静的，但是我在后台跟台上不太一样，但是都是安静的。而且他小时候我在后台写作业吗？没有。因为作业都写完了，那、啊、哈哈没有啦。超不尊重，真的笑死的人。阿姐，我不敢看二楼吗？为什么不敢看二楼？我一直在看二楼哎、欸。后台是不是后台不是萧伯，萧伯是汪同勋，好不好？会变风景鼓掌，叫大家安静。会变风景鼓掌，不会，跟我同一个房间的都比较安静。没有了，因为猫同桌老师坐二楼，老师坐二楼，我为什么会，我也会怕坐，怕看二楼啦，二楼也是有观众的，也是要顾二楼的吧，不能因为老师在二楼就不看二楼。而且为什么要怕啦？你又没有怎么样，干嘛怕？又没有跳错，我很觉得你给我去写作业，好好笑。我很觉得去写作业。二楼人有很多吗？其实不少哎、欸。怕太吵我会生气，怕太吵我会很躁郁，我会很躁郁，可不可以安静一点？小琴很害怕，什么意思？他跳错当下不敢哦，小琴哦哦哦哦，跳错当下不敢指导师。P 见面会的时候，我们是有在看，在二楼看吗？我没有哎、欸，但可能其他人有，但是我没有看，我没有。谢谢。我在想我要不要点。笔管面，天哪，探探，我的脚好麻哦。老师又不会拿大学生工直接说，对呀、啊。P 好像只有柏林面有在看哦，真的 哦，我还有看到他们一起拍跟那个柏林面跟 P 图一起拍那个现实动态，我看到超好笑的，为什么后面会有两个我们这一组，超好笑。是老师比较凶，因为超瓦斯度数矮比较凶。老师不太，老师，超瓦斯度数矮比较凶，真的。
很自信的倒没事，瞪着马桶抓着也不是用，也不用等的。蛋蛋，妈咪的脚快炸掉了喽！嗨，果果。是不是节目会结束就删除？那我也很伤心哎。老师胸有理，超多是阿姨胸没理，对嘛？老师胸有胸有大道理啊，是因为有人乱跳。原来英文是温柔派的嘛？英文是该凶的时候凶派。老师应该说大家都知道我怕我讲错话，就是有练跟没练大家都看得出来啊，只能这样讲对不对太太蛋蛋，我的脚好麻哦，蛋蛋啊，我脚真的好麻哦，我被胸骨吗？没有，老师吃饼干馅都感觉很冷，老师只是该凶的时候凶，老师就不会一直在凶，他吃饼干干嘛凶？老师的凶是令人看到不会生气，只会害羞。老师的胸是令人看不会，老师的胸我们看到会很害怕你我是老师迷妹不准，怎么知道我是老师迷妹？哎呦我的脚，天哪！吃饼干胸可能是在男生，那我是要检讨，好好笑。今天开到一点，没错没错，我还来。我有滤镜，没有啦，撇除滤镜，真的是啊，老师真的是该凶的时候凶，好不好？很认真，很认真，只是会凶不认真的人而已。饼干听说超好吃，大概会知道笑出来，笑出来有点太夸张，但是不好吃我也不敢说。谢谢樱桃猫。谁不认真不知道，没有人不认真。好，我有看到被，我有看到语文被他，我有看到啊。我会在不该凶的时候凶同事吗？不可能吧，绝对是太吵的时候吧。还有叫不动的时候。陈慧怀了，嗨阿凯，老师是有威严吧？老师一定要有威严啊！不管是什么老师，没有威严，谁怕他、啊？对不对？所以一定是要有威严，而且老师就是要管人的、啊。我跳错也会不敢看老师。今天话题好开，可以演示一下叫我们安静吗？就是安静啦。其实我平常会很吵吗？我们 T 组这次休息室分了，哎、欸，你干嘛？我们 T 组这次休息室分了两间 ，P 组是一间，然后 T 组，因为他没有两间大的，他只有一间大的，然后两间小的，所以 T 组分成两间，然后 T title 分成两间，然后我们因为这一组比较多草组的嘛。所以我们草组的一间，草组一间，所以比较习惯了彼此。
草组还是草组？怎么会是草组嘞？世界差点要说踢他透。哦哦，你终于下去了，我的脚。谢谢。你探探，我的脚真的好吗？Oh my god！ 谢谢你。我们分完还是很吵。对啊，我们踢组超级超级吵组的。我有吃香菜饼干吗？我有吃哦。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讲踢踏透，因为他就是他其实可以念，不要念那么难听啊，你可以讲踢踏透，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讲踢踏透，有点太随性了。哦，好麻哦，停止一下，受不了。念假声令。香菜饼干好吃吗？因为我不讨厌香菜，所以我觉得我不会觉得到难吃，但是对我来说有点太浓了，就是全部都是香菜的味道。我觉得它加在其他的东西里面是非常好的东西，但就是那个香菜饼干真的太浓了，真的是浓缩香菜，真的有点。太想开了，全家族笑死。发音的问题，对对对，发对啊，如果用日式发音的话，就是提他头，也比较好念，其实。对，可以叫我们全家族，很简单的。今天要是我们内部票选决定的吗？是我们想出来给公司选的。这么浓缩感觉有点真的太浓了，真的。满满的菜味，小蓝，小蓝果菜味。目前有听到的是锦组猫组哦，锦字游戏跟躲猫猫是不是？锦组猫组哦。Tomato Potato 有考虑过吗？我没有想啊，但是他们不要。而且都是英式发音的，美式美式不是英式，我不会英国腔，但英国腔很好听。Harry Potter， 踢哭啊，对，踢哭踢哭他哭透，踢哭他哭透，踢哭他哭透。对耶，对耶，蓝组红组也是可以。对呀，蓝组红组，对呀，蓝组红组也很棒哎。你们可以这样讲，我们就会懂了。感觉要玩一张很笑死。未来还是会变 T 人品组，就跟之前念的菊草音一样。英国腔真的是装逼的腔调，但是很好听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展示一下 water 吗？ what 我不会啦，不会不发 T 怎么念呢？A bottle of water， 感觉我们念法跟抖音有合作，对啊，抖音 ，TikTok， 蓝红色电力加强版，笑死 ，Switch， a bottle of water， 对啊，超好笑。阿姐以前说过 ，Uni Belfast 之类很难记，叫 A B C 组就方便很多 ，A 组、B 组、C 组，但其实那不是正确的。三音节，对对对，三音节是为了打 call， 安可鲁好念。
所以这次有规定是三英节。不用直觉想要这样子小装逼。好啦好啦，不用纠结，不用纠，不用纠结这个。我在哎呀，都没有毛啊，不重要。宝贝头是三英节，但是他们可能不喜欢。还是有啦，谢谢阿兰，谢谢阿兰。碳基组跟碰奖，为什么是碰奖？拼组还有什么？什么品涵的啊？还有。嗯，还有嗨小明，谢思琪。英国腔学好真的很有用，英国腔好听啊。切出梳子。哦，碰哦，应该是 P 哦，碳 T 跟 P 哦，哦，哎，碳级，拆家哦，哎。你看，人家想学运动墙，等一下，哦，忘记提醒大家了，结果自己被吓到，等我一下。听到声音就知道我有好好吃饭，笑死！哇，已经免疫了，你们很厉害，谢谢地瓜。马上豆豆会疯掉。三个音节真的蛮喜欢，呸呸呸，那个这样算三个音节吗？你要硬说也是可以啊，呸呸呸，呸呸呸也是可以啦。等一下，你再按电铃，我真的傻眼了。谢谢地瓜。探集。佩佩真不吉利，笑死。
哎呀，炭吉他在玩纸箱啦、啊。T3 组跟佩组 ，Century 佩，好好笑。我也看民族的纸箱，不是。见到一点，也在纸箱里，不是。小黄泥，奶奶是你。下播刚好去办事情，好不？如果跳野菜，我想当什么蔬菜？不知道，想不到，简直是秋葵了吧？好吧，那我没有选择权吗？茄子，谁要当茄子啊？我才不要当茄子。那个什么，六个高追都是阿丽小黄，推荐芋头，不要芋头，谢谢。牛蒡，我只吃炸牛蒡丝，其他都不吃。帮茄子 QQ， 茄子没事吧？茄子，本瓜礼拜六生日，本瓜替瓜生日快乐。地瓜跳蔬菜要选什么？什么水？什么蔬菜？地瓜。本瓜超好笑，地瓜本瓜，给个祝福可以啊，祝地瓜几号？看一下，25号。哎，那你可以放连假4天哎，好开心哦。2月25号。本瓜地瓜都不是我的瓜，我要的是小瓜。2月25号，祝地瓜2月25号生日快乐。没有生日也是放4天，但是他可以生日还可以放哦，他没有连假，好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可以放连假，祝你可以出去玩，祝你可以。多一点时间看我的直播也，然后工作不会那么忙，然后可以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的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心想事成，万里长城！祝你生日快乐哟！祝我可以放年假，感觉好可怜。我感觉也可以祝我自己可以放年假，祝大家可以放年假。你又回来，我腿上了，我的腿。祝呱呱生日快乐，呱呱，生快生快，嗯哇，生快哟、哦，生日快乐！我要播完，让大家唱这个，原来是我的问题。
你要趴还是要躺？我给你一千块，不是，我只是在借教室而已。人豪生日快乐！谢谢瓜哥的红包，红包抢完没有抢到？哎呀，怎么发那么多包啊？我都没有抢到啊，傻眼！傻眼！谢谢红包，谢谢。谢谢林杰同胞，还有人豪，谢谢，祝人豪生日快乐，然后最近也很常看到人豪来我的直播间，谢谢人豪，然后也祝你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，健康快乐，然后可以很顺利的参加活动。祝你都有好位置，好位置，好位置。两个没词了，没词了。祝我有连假放，谢谢。也祝你有连假放，祝你放很多天，一堆特休，加薪加薪，升职加薪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人豪！哇！急速递减中。你刚刚自己掉下去的，不能怪我。你自己倒下去的。想到我这六二十岁，想送我28个香水，你送280个都没有问题，2800个也没有问题。排名了，各位，谢谢思琴。我发得了红包吗？发不了，差一点点。我拿不到钞票枪的表情，你历历在目，不用记得那么清楚，谢谢。好啦，我要念排名了，谢谢 Alex。谢谢大家。差一点，对啊。奶奶哟，瑞瑞，谢谢思琪。辛苦了。来，我要念排名，我还没念排名。谢谢 Alex。来念排名喽！今天的第十名是黑杰克，谢谢黑杰克。第九名是瑞瑞，谢谢瑞瑞，辛苦了辛苦了。第八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七名是一凡，谢谢一凡。第六名是博成，谢谢博成。
第五名是钟颖，谢谢钟颖。第四名是保罗，谢谢保罗。第三名是 Alex， 谢谢 Alex， 谢谢。第二名是吉米周，谢谢吉米周。第一名是呱呱，谢谢呱呱。好久没讲领取，是不是？笑死！谢谢大家，领取，谢谢今天的第一名呱呱，谢谢呱呱，生日快乐哟！嗯，哇，谢谢，谢谢呱呱。生日会见大家，生日会见，228见。奶奶，大家辛苦了，奶奶。奶奶，奶奶，浓眉，奶奶大见，奶奶歪歪，奶奶北极星，奶奶。奶奶阿凯，奶奶口，奶奶小木，奶奶浓眉，奶奶原来奶奶维基分，奶奶玉人，奶奶小奶奶浓眉，奶奶小木，奶奶换成现在的柯震东，宜兰柯震东是不是？奶奶阿兰，奶奶保罗，奶奶西兰，奶奶一凡，奶奶口口，奶奶 Alex， 奶奶樱桃猫，奶奶阿翔，奶奶思琪，奶奶古早味，奶奶黑杰克，奶奶小木，奶奶小明，奶奶米酒，奶奶樱桃猫，奶奶口口，奶奶阿凯，奶奶钟怡奶哦，奶奶呱呱。奶奶人好，奶奶博成，奶奶二刀图，奶奶幻战士，奶奶秋日红，奶奶玉人，大家拜拜。